大家好，我是 Jesslyn， 今天要来教大家做马来西亚人早餐必备的 Kaya。 Kaya 是新马一带非常普遍的抹酱，常用来涂面包、苏打饼和馒头。如果你家有面包机，做 Kaya 就简单的多了。把所有的材料倒入面包机内锅，启动果酱形成，让它自动翻炒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。用面包机炒好的 Kaya 可能会呈现颗粒状，但不用担心，只要把盖亚倒入搅拌机，搅拌至顺滑就完成了。如果没有面包机，你也可以在煤气或电炉上，用最小的火，不停地翻炒大约十分钟至浓稠就可以了。今天呢，我会示范用电炉炒十分钟简易盖亚。现在我们先来看看配方表，然后开始制作吧。点五，点点就开。